由伯杯前秦全胜，何冰娇渴望成为国羽女单双保险。四天前，何冰娇在由伯杯决赛2-0战胜高桥沙也加，为国羽拿到反超的关键一分。四天后，北京时间10月21日，2021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女单进行了第二轮较量，六号种子何冰娇再次面对日本选手高桥沙也加，结局同样是2-0获胜，进入八强。在陈雨菲因伤退赛后，何冰娇将挑起国羽女单的大梁。而刚刚过去的由伯杯，何冰娇是国羽的全勤选手，她六战全胜，成为国羽最稳定的一分。在她看来，东京周期国羽混双有双保险，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也能让国羽女单拥有双保险。